观之道为谁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观，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提起结节，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或自己的家人身上就长有结节。结节是当代一个发病率激增的疾病，结节多种多样，其中肺结节作为常见的肺部疾病，近些年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对人的情绪造成严重的影响。最近有一则新闻，25岁的小丽两年前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医生叮嘱她要密切随访，但小丽害怕手术留疤，所以一拖再拖，再加上她发现身边好多同事都有结节的毛病，也都没去复查什么的，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今年小丽在体检时发现结节变大了， B 超显示结节大小 1.2 厘米，形态不规则，直立状，内见沙粒样钙化，可见短棒状血流，被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万幸的是，小丽虽然被确诊为甲状腺癌，但是幸亏发现得早， B 超和 CT 都没有发现转移的淋巴结，可以通过腔镜进行根治性手术，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这样的新闻看完让人不寒而栗，结节这二字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中是常见的，很多人看到之后都不当回事，把医生复查的叮嘱抛在脑后。事实上，身体释放的任何信号都不能大意。如何发现身体中结节的信号？主要看反应区，出现结节时往往会有相应的信号出现。如何发现与避免身体中的淤堵？专家教你看这些点。一、看额头，额头太阳穴区域是否有青筋？太阳穴侧面属于肝胆经循行的地方，在生气、焦虑、着急等情绪波动的时候，会造成肝气上逆，肝气郁滞久了，淤血停留在血脉里，在肝胆循行的区域出现青筋暴露。中医分实症与虚症，虚症的淤堵常表现为不凸起的青筋，实症的淤堵往往表现为暴露在外凸起的青筋，实症比虚症要更为严重一些，黑斑也是瘀滞的表现。如果黑斑在身体均匀的分布并不可怕，黑斑比较集中的分布在了某个位置，则是身体在提示你这个部位对应的脏器可能出现了问题，需要注意了。二、看眼睛，是否有不能缓解的黑眼圈？熬夜出现的黑眼圈无大碍，休息之后会自然恢复，怎么休息也不能缓解的黑眼圈需要警惕。这种黑眼圈往往表现为眼睛周围局部或整体发黑，皮肤晦暗无光泽，当眼部周围发黑时，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脏腑的健康。三、看耳朵，耳垂下方的脸连接的区域是否肿大？眼睛、耳朵、鼻子、嗓子、下颚淋巴结出现问题时，耳垂下方与脸连接的区域会肿大鼓包。四、看舌头，舌底脉络是否色深曲张？通过看舌底脉络的粗细、颜色、曲张程度，可以判断身体瘀滞的严重程度。一般来说，血管越黑越曲张，就瘀滞的相对越严重。很多人在体检时发现肺结节后，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肺结节严重吗？肺结节都会癌变吗？发现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要立刻手术吗？所以在这里，小观详细说一下肺结节。一、肺结节严重吗？肺结节是指肺内直径小于或等于3厘米的类圆形或不规则形病灶，其中小于1厘米的结节称为小结节，小于5毫米的结节称为微小结节，如果大于3厘米的病灶就不称为结节了，而称为肿块。肺部小结节可根据密度不同分为三类：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它的恶性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大部分病人是良性结节。磨玻璃结节在临床上讲恶变的几率稍微要比实性结节要大一些，需要引起重视。部分实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最大，恶性概率部分实性结节大于磨玻璃结节，大于实性结节。二、肺结节都会癌变吗？虽然肺部结节很复杂，但除了肺癌，绝大多数为良性结节，约占 90% 以上，主要包括炎性甲流、错构瘤、结核球、肉芽肿、肺脓肿、真菌球等。所以当检查出肺结节时，也不必太过于恐慌和焦虑。那么哪些结节更容易癌变？
一、结节越大，恶性就越大。二、结节长得越古怪，恶性可能越大，比如有分野、毛刺、胸膜牵拉、寒气细支气管征和小泡征、偏心、后壁空洞等。三、结节位于上叶，尤其是右肺上叶。四、结节增长速度快，恶性可能越大。三、发现肺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需要立即手术吗？有很多患者检查出肺结节来就开始慌了，个别发展成癌症了，赶紧给我做手术切除吧。其实体检出肺结节，不要着急手术治疗，因为有 90% 的结节基本上都是属于良性结节，无需着急手术治疗，随访和及时中医治疗是控制结节的上策。过去手术切除曾经是治疗肺结节的首选方案，及时彻底清除病灶的观点在一段时间内被医生和患者广泛接受，但随着对肺结节认识的逐步深入，大家发现切除的肺结节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良性或低度恶性肺癌，和不手术的患者相比，手术患者并没有病变的切除而在生存期上获益，相反肺组织的切除常常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或者给未来可能的肺部手术带来麻烦。总之，发现肺结节不要过度担心，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定期随诊或通过中医方式提前干预治疗，都会对身体的健康有所帮助的。四、中医是如何治疗肺部结节？肺部结节的形成皆是由于体内气虚或气滞阻塞了我们的经络气血的运行，郁结在局部后又形成痰和瘀，痰和瘀又加重了我们经络阻塞的情况，恶性循环下形成了一个对身体有毒的结节。中医治疗结节常用两种方法，一、二母化结汤。二母化结汤主要由浙贝母、土贝母、夏枯草、牡蛎、鳖甲、香附、乳香、墨药、柴胡组成，具有清热解毒、驱瘀散结之功效。土贝母清热解毒散结消，浙贝母清热散结化痰止咳，夏枯草清肝散结消肿，防治结节息肉癌变。牡蛎化痰软坚散结，鳖甲软坚散结，香附行气疏肝解瘀，乳香活血止痛消肿生肌，墨药散瘀止痛外用消肿生肌，柴胡疏肝解瘀生举阳气。温馨提示，需要辨证施治进行配比，且勿自行抓药。二、鳖甲软坚膏。鳖甲软坚膏由鳖甲、牡蛎、猫抓草组成，因为结的形成原因是由于瘀毒和脾虚导致的，中药贴敷使药物通过局部皮肤穴位吸收，达到内病外调的效果。小关提醒，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如果出现肺结节和肺癌想通过中医治疗，一定要找专业医生，前方用药谨遵医嘱。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病例，孙阿姨65岁，是一位小细胞肺癌患者，同时也是一位阳虚体质患者。阿姨特别怕寒，5、6月份都要穿着棉衣，在2009年体检时查出来患有肺结节5毫米，为重视，2011年5月份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咳嗽，偶有胸闷，后症状突然加重，出现卡血的情况，胸闷气短频发，经检查确诊为小细胞肺癌，入院进行了6次化疗，效果不是很好。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孙涛主任接诊后，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治疗总共分为3个阶段：一、在急性期先做微创手术，把消散不去的肿瘤进行冷冻治疗，有效消除肿瘤的负荷，使得肿瘤缩小；二、在恢复期，对残存的肿瘤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扶正驱邪，使残存的肿瘤处于稳定期，使人体的正气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三、在康复期进行制衡有术的纯中医治疗，开始正式的调整体质，运用芳香类、温阳的药物，针对阳虚的体质进行长时间的调理。从发病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现在阿姨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